小梅，今天中午吃芋头丝，你吃不吃？不吃。不吃啊？嗯。其实我们这里挺喜欢吃芋头的，因为芋头呢，你可以用来炸，也可以用来炒，或者是用来凉拌，用来泡都可以。妈啊、马上不是快开学了吗？啊、我想去那个酱油厂打暑假工。打暑假工啊？嗯，可以啊。那你去吧，那你跟你哥哥去好好干哦。等你回来我就给你发工资。真的？啊。好。哎呀，奶奶，嗯。咱们要有大手大脚，俺叫跟某个人跟亲戚走的幸福之类嘛。哎呀，生下这空气给冻的呀是。你妈妈上班后也要唱到几块钱电话两元票子了。别笑得凶啊。哇，那俩妈用哦。那你怎么洗麻子？怎么洗麻子的凶我吧？怎么洗麻子方便嘛？来，拿个洗碗的，到底是排给这个木还是熊木？好，来，好，哇，哎呦，妈，哎，今天吃什么？吃泡椒芋头丝，你吃不吃啊？可以啊，随便。哦，你又随便。啊啊！我说大伯今天嫂子煮的，可不可以摘啊？可以啊，你大伯昨天都打电话说叫你们去摘，没时间去的嘛。哦，可以啊，那我叫张美来吧。好好好，去啊，张美。哇，张美，这个都很大嘞。我抱他。哎呦，这么小心点，我来，给我，我来看。好远、啊。哪个？你看那挺红的。哇，哇，这里好多。过来，过来。过来看呀。太好吃了，看这个很甜啊。我给你可是摘红的吧，老是摘青的。哦，懂了。珍珍，帮我烧起火来喽。啊。晓得给你扎枣子扎起来的，喊他们去摘枣子啦。是啊，也不叫上我。哦，你哪里想去？啊，哎，小赵。哦，干到现在啊？啊，真的。怎么摘枣子都不叫我去哦？你看到你。好，就小手来吃饭了，快点，快点。嗯。啊。嗯。他们那枣树掉了地那枣子。掉地啊？嗯。你们没有全部摘完吗？嗯，我这是硬活的。啊，这样子啊。